庆典，吉尔大人将邀请大都督张一朝共同出演沙洲投诚记，以再现当年唐军是如何舍弃沙洲，舍弃你们的。一派胡言，老唐军没有降，是出城冲锋，是守城到最后一个，是守沙洲百姓到最后一个。人人都惧人恐热，不能再怕了。居士之前我已受张将军所托去过莫西，与几大部落长老达成盟约，只要沙洲举事，援军必来。出城之后就此一生，大爷有难，岂能苟且偷生？统一出城来，只要能有援军，我就行。就此不退，同志，有些仇一定要忘，永远不要忘，我们是唐人，这脚下是唐土。